总体篇，它就分为四门。在讲到这四门之前，弘一大师首先用总纲提要地说明。在总体篇当中，一共可以分为四门来说明。哪四门呢？第一是戒法，第二戒体，第三戒行，第四戒相。接着，我们就看册四册底文，我们不妨念一遍。四册云：见略此中体形象，令惑见者心见有托，知此是云。心为法心，见其力行，事体清行，成因感果，故云有托。好，这一段的文意。就是概率的先说，总体篇的内涵要旨。四草原横四草这么说，今略此总体形象，我现在略略的只是出。总就是戒法、体、戒行、戒体、体就是戒体，行就是戒行，相就是戒相的要旨。那么念佛虔诚，心见有托，是为了使念佛来。想要进修佛法的学习者，能够兴起并建立受戒持戒的心，而作为修学圣道有所寄托的处所。知此是缘。知此气就解释说，心为法心，见其力行。讲到心，意思就是要发菩提心来求受戒体，来奉持戒法。这个戒就是
建立我们的界限，以此来认识我们所说集体的相状，用来进修我们的界限，成因坎坷固应有它，使得生活一生也清浅，这才能成就界定慧三学的因行，而感得三圣圣人的果位。所以说，有修学圣道的寄托处所，接着下头一段，我们再一起念：是草有缘，但却向多土；为为一者，心有分现，取次不同。若能尽长明，难有无量。且去书要，列表四成，一者皆法，二者皆体，三者皆行，四者皆相。先看到这，这段文是广开叙述总体的含义。恩师曹又说：“但皆向多土，非为一者。但因为修行者所说切法的相传，是有很多种的途径。”为为一则，这个则什么意思？则就是测量碾压过的痕迹，测量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也就是轨道。那么不单单是一种的轨道，也就是不单单是一种，而且能受戒的心态也有上中下三品的分歧限量，因此之故所受取的戒体也就有三品的不同，这个叫做心有分现，取次不同。若能尽长明，难有无量。假若我们受戒时，能随心能运地，用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众生作为所缘境的话，而来彰显戒法的名称，那么我们所能够领纳的戒体乃有无量无边这么多。且去说要列表四成，现在姑且根据戒律当中戒律的中枢要义，大略标出，那么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戒法，第二戒体，第三戒行，第四戒相。下头接着支持其他解释。知此是缘，除虚妄善恶趣，
去法明狂五八十二去四位不同次二去月星明狂及上四位各有三品落下二去就亲明狂前提非前不可数故且下是要说其文说一取要义好知此其一就其事实在最初的前面的四朝的文但却向多土以此道能有无量这体却是用来叙说戒的宗体因为心境的不同而具有广大的相貌这个叫做叙广上恶去具法明广上面这两阙但却向多土会为一者这两阙是根据一切法的种类来说明界相的范围特别的广大无边五八十趣是味不同就拿声闻切来说就有五切、八切、十切、具足切这四位的次别并且在四位当中也都有开车、吃饭的不同次二切月心明狂就是心有昏陷取次不同这两次叫做月心明狂是就差慢能受切底心来说明界相的广大无量那么怎么的广大情形啊也就是上面所列举出的五八十趣这四位当中也都个别具有上中下这三品心来受切体缘故所以月心明狂及上四位各有三品落下二趣就近明狂前提非前不可数故若论尽三明难有无量这两切在秋车受切时所原念的境界来说明界相的广大因为佛陀是根切十方世界十法界有钱以及非钱无钱的万千来自切的而我们所受的切体也是根据十方世界十法界有钱以及非钱的万千而得到的因此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是不可数的没办法使用数量来数出来的接着且下是要且去数要以下这一段文就是只是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这是门是
律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苏其门说，苏就是门说。什么是门说？它是控制门户开关的中心部位，在这里就是采取门说具有中心运转的意义，用来比喻戒法等事门是律藏当中的要义，是转凡成圣的中枢，是修学三圣道果的因从，也是成佛的根本，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起要义，也是采取它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其他三品者，见后归戒已愧，五戒中一定发心闻。讲到三品的情形，三品就分为上中下三品，简单说下品戒，发下品心，得下品戒，大致求自利。中品戒不但自利，而且能利他，但是还没有究竟。而上品戒发上品心，得上品戒是普遍利益，一切众生都能成就无上佛道。假如我们想要比较详细了解，就看后边归戒已愧讲到五戒当中一经发心的文就有了，我们后边就会学到了。这一段又过去了，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我们一起念：诸此缘遇大事可先须烈士，圣人赐教明法，那法成业明体，一体起破明行，唯行有一明相，有云为受明法，受以明体，经为不然，法次为义，贯彻始终，安有受益，不得明法，须知下三从处得号，是故意皆得称切，或可并以法次贯彻，方显体体形象，会与幻善。好，这一段的文意就是您知律师略略的指示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门的关系，它是连贯而不是个别独立的。所以知此缘，知此即说到遇大事可，想要让后学的人能够通达法体形象，这事可的生意，先须烈士，首先必须简略地只是说明这四颗相互的关系。圣人赐教明法，伟大的圣人就是指佛陀，住世的时候所制定的教戒，
就乘车借法，那法成业明别，正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从戒师的地册你那如来首次戒法的时候，这是用我们的生意来礼拜，可以请示一业观想，使念三业清净，来成就业现。那么啊，那时候所产生此恶行善的力量，就叫做戒体，叫做那法成业明体，一体起破民心，受戒以后，依靠他生活一三业，所以那的戒体身体随行，并且用随行来保护我们的戒体，这个就叫做戒行。唯行有一名下，正当我们生活一三业的行为对着境界不毁坏戒法的时候，那么这样子就将原始戒恨的美德就表现在外，有位于可表现出来的相状，就称作戒相。有缘为受明法，受以明体，有人就这么说了，为受戒的时候就称作戒法，受戒以后就称作戒体。经为不然，法之为义，贯彻始终，安有受以不得明法。但是我现在认为并不如此的，因为法的这种意义道理，戒法的道理，它是可以贯彻从始至终，贯彻法体形象是门，从始至终都不改变的。那你有受了戒以后就成为戒体，而不能成为戒法的呢？须知下三重出德号，是故意义戒得成戒。我们必须了知戒法以下的戒体、戒行、戒相、这三重都是从最初的戒法所获得的名称，所以戒体、戒行、戒恨、戒相，戒体、戒行、戒相，这三种都可以称作称作戒。或可并依法次贯持，方显体及形象非一犯善，或者也可以并用，并且都并用法这个次来连贯他们，也叫做戒法之体、戒法之心、戒法之相，这样子才可以显示出戒体、以体、戒行、戒相，并不是其他未受戒戒前所行十善法等犯善所能相提并论的。接着唯行有一名相者，戒相有二义：一
月行为相，如听所缘；二以法为相，如获持幻篇所示。那么讲到唯心有余，称为切相。我们的切恨，有些在外有这种庄严的威仪显现出来，称为切相的情形。而讲到切相，有两点的意义。第一是就着切行来说到切相的情形，就如同现在所说的、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每条街的开车吃饭以后，用我们生活与商业的行为、生的行动、口的语貌、意义的分别来检查是不是合乎切的意义，将切法由生活与商业表现在日用当中，这个就是一切行所升起的切相。那么这个就如今所言，就如同现在这里所说的。第二种以法为相，是就是用切法称为切相的情形，依据切法称为切相的情形。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所以每条切的条文，而每条戒当中个别有开车吃饭的相状。现在我们将好比比丘们将四分比丘戒品250条戒，比丘尼348条戒，每条戒的开车吃饭研究清楚，了如指掌，这个乃是依切法而升起的切相，这个叫做依法为相。那么就如同后边此幻篇所开示的情形。好，我们第一页就过去了，接着翻到第二页。好，接着我们再一起念。知此缘，问所以为是，不得少者。答：色修始终，无缺胜故，随成一心，是一整除，缘有次第，行不前后。好，这段题问答就临时律师说明总体指这个指分为四层，就是法体形象这四颗的理由，而不讲到三颗，不讲到五颗。不多也不少，这什么道理？下头就解释：知此缘，知此即说，问所以为是，不多少者。所以呢，也就为什么在戒的总体上，唯独列出法体形象这四颗，却不再增加成为五颗六颗，也不减少成为三颗两颗的理由是什么呢？小头就回答：那色修始终，无缺胜故，随成一心，是一整除。回答说：因为
是说我们生活一战役的计划是修学圣道的开始，既然有开始必定有终止。那么加上我们受戒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三圣的圣道，因此我们现在能够依照法体形象，这四层就可以贯彻从始至终。作为因从而来尽情求的圣果，这一点答案也没有缺少，同时也不胜于也不多余的缘故，所以只需要这四门，就不多也不少了。随成一心是一整处，随着我们手持的中体是能成就一切的行持，所以法体形象这四门的义理就非常的完全具足了。缘有次第，行不前后。在此虽然透过言语来讲是有次第的不同，因为我们讲话了总要有次第，你不能许多话同时讲出来，没办法啊，讲出来也听不清楚，所以言语是有前后次第的，但是实行起来是不分前后的，因为四门是同时升起作用的，所以行不前后。好，接着下头，下头支持云，支持云问法次于体同意云何？那耶稣云：体者，皆法所依之本。是者，法为能依，体是所依，不可云同。又云：皆体者，所谓那圣法与心相，即法。是说那次切题据此不可云意，因此言法未必是题，言题其必是法，不题不理，非同非异。好，到此。上边谈到中体四门的整体关系，那么下头这一段文就是增推戒法跟戒体相同不同的地策，再做进一步的说明。支持云，支持地说，问就问到法次与体同一名和戒法跟戒体相同差异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答案：耶稣云，回答说，耶稣就是提摩说，说道：体者，戒法所依之本。戒体的意思是戒法所依据的根本。那为什么节目书会这样说呢？因为没有受戒是绝对得不到戒体的，既然没有戒体，那么戒法也没有什么可用的，所以我们受戒所得到的戒体是戒法所依据的根本。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戒法，我们要如何去受戒？怎么样能够去受戒呢？所以我们就了知了，四者法为能一，体是守一，不可云同。由此可知，戒法是谁能依的境界，而戒体是守依的心。既然有能依跟守依，心境之别，所以戒法跟戒体不可以说是相同的。又言戒体者，又说到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那圣法以行心相，即法是守那之具体。那么具体就所谓的经由思之受受的仪式，你那圣法在我们心相里头的象征，心胸也就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就是第八波赖也是、啊、那么成为善的种子，善的种子，这个就成为、这个戒体了。也就是、在文当中所说的圣法，就是我们所领纳的戒体。所以根据，如果根据这种道理来讲，戒法跟戒体就 不可以说有差异了。因此言法未必是体，言体其必是法，不体不离，非同非异。应当了知，应当了知、啊、说到戒法未必一定是戒体，而说到戒体它必定是戒法，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集合的，也不是分离的，不合也不离的，并非相同，也并非不同的。好，接着，纪元元问：即法是体，法体何分？答：若妄为色，但名为法，体是无情。若加其色，要缘领纳。一心成业，此法有功，乃名为体。如要完欲，要为个别，如戒法也。和合成完，如戒体也。完会他物，即要成完，虽异而同，虽同而别。如是知此。好，机缘起就说到，机缘起就解释一说的，前面引一说，这里机缘起、就解释。那么机缘起就说到问到即法是体，戒法的当下就是戒体，法体和那么戒法跟戒体应该如何分别呢？答：回答，若妄为色，但名为法。如果对妄者还没有受戒的情形来说，戒法只可以称作这个戒法，
体是无情，他的体性是属于无情的。所以依照这个道理来谈论戒法跟戒体是不同的。又假若若假其事，又圆明暗，一心成业，此法有空，乃名为体。又假若我们在施持受受的时候，能够加上受戒时的期限，邀约的期限啊，以及在佛前啊时时面前所发起的誓愿啊，那么尤其在施持受受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誓愿，就是要领纳戒十二所传授如来的戒法，使令戒法能依持我们的心而安处，成为我们生活以善业的业性。这种的业性是在我们受戒时，经由我们生理般可请示一观想而领那戒法。这种戒法就具有止其一切恶、奉行一切善、持戒不毁犯的功能得用，所以就称为戒体。那么下头就取譬喻来加以说明，如药丸玉，如同和合和合几种的药味而成为药丸的譬喻。那么药味个别不同，就如同戒法；合合成药丸，就如同戒体。药丸不是其他的东西，是就着药味而成就的药丸。药丸就比喻戒体啊，戒体不是其他东西，是就着药味的戒法成就的药丸。所以虽然差异，却是相同，虽然相同而有区别。我们要如此对戒法戒体要怎么了之？这一段是见于《业疏记》卷十六。好，接着，知此缘问形象何意？答三业分次。好，知此戒，有说到，有问到。戒行戒相这两种有什么差异呢？回答三业分次。依照我们生活以三业的造作来加以分析，那就可以明白他们的道理了。那么以上贴天是超贴卷三，讲到三业分次，同空慈悲，怕我们不了解，所以弘公啊特别用小处说明。三业分次者，戒行属意，戒相属身口，行属意者，曰能察言，见惑戒体门，圆教中。能译、能持、能还等书体此文，即戒行门手段超体此文，相手身口者，见惑持幻片，持幻总一门，成就章
就业民事行文，乐而何故知此有云？三月造修民行也。答：比天守察言也。好，三月分之策。有讲到前面说到阶行阶相什么差异呢？回答说三业分次，所以这里就加以解释。所以讲到三业分次的道理是怎么样呢？阶行属义，这是总说，阶行是属于义业。我们要这一点要好持戒的心，它表现在生活上头，所以戒行特别属于意业，而戒相是属于生活恶业所所设的。那怎么说戒行属于意业的情形呢？这个是曰能察也，是求者意业具有能够觉察的义理来说的。那么生活恶业就没有能够觉察的功能得用，意业才有。这个就可以从后边的戒体门后边会讲到。圆教中依此所说意业善，它具有能义、能持、能还戒体的这三种功能。至于出处、何处等等，这个可以参阅《易疏》《纪元气》地文，以及戒行门、戒行门手段、横竖抄、支持器当中各段相关引用地文。那么相属生口者，这相归属于生口恶业的道理，见或详见后边的词幻篇。后边词幻篇我们讲不到啊，只能讲到中体篇哦啊，但是不齐齐都有，不齐齐了全部的南山太下必然那篇都有，四篇都有。那我们时间有限，而且法务忙碌了只能抽出一个月时间，所以只能讲到中体篇。那没讲完回去听不进去，因为有了这个本子了嘛，回去依照本次听就很清楚。好，那么相属生活者要看后边的词幻篇，还有词幻总译本成就章就业民事行的文。事行是什么？就是词，指词作词，指幻作幻，一部律藏的内容怎么不出指词作词指幻奏幻？指幻就是作词的相反，作幻指词的相反，就是这个这个叫做事行的文。若而何故知此有云？那假如
如此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缘故？支持题里边又说，三业造修明行也，生过于三业，造作修持就叫做戒行啦。答案，比千手茶言也，比支持题来不得支持器，所说的已经千倍加入所能觉察的功能，在生口恶业之上而来宣说的。那刚才有提到见后戒体门原教中能义能持能防，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得稍微说一下。所谓的能义，就是能够恒常意念我们的戒体而不忘失，到达常而一心的境界。能持能运用我们生活意三业所得到的戒体，对外面相对的境界不去犯戒，能达到持戒不犯的境界，叫做能持。接着能防止外境来侵害我们，如果犯戒的境界即将现起时，我们能够小心防备，使它不会现起犯戒的情形，这个叫做能防。好，这段又过去了。那么以上就是对法体形象宏观做总纲的说明已经完毕，接着下头一门一门详细的解释。所以下头就讲到了第一门戒法当中又分为两章，第一通序戒法，第二归戒仪轨。在第一章的通序戒法当中，通序戒法又分为三节，三个阶段，第一四相三明，第二略辩教体，第三显示由浅。在第一节的四相三明，这里边四相三明中又分为两相，第一正摄，第二杂田。那么以上科一，我们在讲这个目标的时候，科目标都有解释过了，解释过。那我们现在就看这第一项，第一正摄第文，我们一起念：四草原缘界法则，于法而达，不取凡圣，执明此法，必能鬼臣处理之道，要令受者信之有此，知此是缘，是相中出表示，直下证明法虽两通，不能伪变，但从圣论，故云此也。鬼臣者是法义也，处理道者圣手正也，要下出从圣手也。然此但是法之功力，文不明此何者是法，亦令学者失而得之。
是草原，是草，来、啊，是草，有草的，眼前发财，现在手手牵发，最重要的意义是怎么样呢？依法而谈，不取凡身。对策法来谈论，对策切法来谈论的话，并不局限凡夫跟圣人。知明此法，必能窥成处理之道。好，那么现在，我就直接地加以说明。只要我们依此三圣圣人所奉行的戒法，必定能够用戒法来规范成就我们处理三界所证的三圣解脱的道法。要令受者信之有此，必要使令受戒的人生信了之。唯有在因地当中奉持三圣圣人的恩宠，也就是好好的一个持戒，依照戒法好好的持戒，我们在各位上才能成就转凡成圣的道果。支持是名，支持地就解释说，事相从出标示。只是切法的相状当中，最初就是标题指示，标题指示就标明此是说切法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通凡通圣，直下证明，直明此法以下。就是正式的说明，法虽两通，不能违变，但从圣论，故云此也。戒法虽然两通，也通凡通圣，但是为了实力受戒者能生信，所以不能不来加以详细明辨一番，但是现在只是从成就圣道来加以论述，所以说，这个知明此法，所以说直接的来叙述这种的戒法。所以称作此，鬼城者，什么是鬼城呢？你看，这个就明白，只是说这个法具有鬼神物体的义理，鬼神物体的义理。那么这个表示，我们随佛出家，随佛受种种的戒，依照戒法好好的修行，我们就可以成就佛果。
假如我们随顺着山土的业去造作，将来就感得山土的果报。所以鬼成才就是只是法的意义，鬼幻成就只是借法的这种意义。鬼成才是法意也。那么讲到法，通常有两点的意义。第一，就是论此次现；第二，鬼生物且。什么叫做论此次现呢？也就是每一种法，它都任运持持自己的体现而不改变的意思，就如同色法就是色法，它不能变成心法，所以不论有情无情都能够保证维持它的自体，这个就是论持自性的意义。第二，鬼生物且，而每一种法都有一种的鬼幻，能够升起众生对他的理解。那么这里所说的法是就着鬼生物且这种的意义来说的。那么就鬼成才是法义，只是借法的意义，必定能够鬼幻成就，处理三切，成就三圣的圣道。这个就是只是出法的意义了。那么处理道场，圣手称也，处理的这种圣道，圣道就是这个圣手称也，三圣圣人所称得的，叫做处理道。处理三界生死，那么处理三界生死，最初就了脱分段生死。了脱分段生死，就是断了见识后，成就阿罗汉果。进一步能够将见识习切也侵害一切，就是成就辟支佛口。最后进一步处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最后就成就无上佛道体。所以三圣的圣果，这个属于处理道，有圣人所证得的这种果位。那么要下要令受者以下出重生所以。那么这一段就是要下是此，要令受者信之有此，这一句就说出凡夫必须依从圣道，依从圣道，我们才能够转恒成圣，所以然的道理。所以这个叫做要下出重生所以，难辞但是法的功力，文不明此何者是法，亦令学者失而得之。然而
在这里道宣律处，只是显示出法所具备的功能利用。所以横竖抄底文不明白只是错哪一种是法，这个就是道宣律处的意思，要使令我们学习的人能够好思维一番，透过自己思维而得到法的这种意义。那么这是最稳当最扎实的修学态度。这个四草续缘，这一段我们一起念。四草续缘，虽复凡圣通有此法，今所受持，就已成而言，名为圣法。知此是缘，在民众出二去内前，今下正式已成者，出国以上所修三学，名胜道故，今虽在凡，亦名胜法，因从古号也。好，恒思超继续说，虽然我们又说凡夫跟圣人共同都有这种的戒法，但是现在所受持所说的受戒持是就这因地来谈论一千成就果位来说的，所以称所说的戒法就叫做三圣圣人的圣法。所以啊，我们所说戒的戒法就是圣法，就是圣法，不是普通善法。我们能够依照圣法，依照这种戒法，在因地如法的修行，我们将来必定成就三圣的圣果。依照普通善法去做，不一定成就，他都偏于有漏了，不能处理，还不能处理三切，顶多成就人天的果报，人天无报相亲，仍然要堕落。而我们所说戒，那说的这个戒体，依照戒法所那说的戒体，由戒体升起随恨，我们在定因地好好的进修。就是说了五戒，他将来可以作为成就无上佛果菩提的根本。何况我们又说了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更是如此了。所以戒法就是圣法，成就三圣圣道之法。所以戒法多么要紧！所以我们受戒之后，就是开始转换成圣了。那不敢受戒，换句话说，我就一直做凡夫了，我将来就流转生死了。所以要发心受戒，受了戒
就好学车，学车了吃开车吃饭，然后我们就具备直接的条件，具备直接条件之后，我们六根对六尘的当下，我们就一心尽身，要专一其心，要恭敬谨慎。欲请红颜不随便，虚妄分别，不虚妄分别就不取着，不取着就啊，我们对境界就得解脱，得自在。所以啊，这里就讲到圣法，戒法就是圣法，非常要紧。那么支持是缘，支持题就解释说，张明宗，彰显名号当中，最初两阙，十二，紧接着前面所说，戒法是通凡通圣的道理，这个叫做内阙。今下今手受者之下，一个正式，正式来此事说明戒法通凡通圣的道理，这个叫做正式。以成者出国以上所修三学名圣道故。什么是以成呢？出国以上的圣者所修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就称作圣道的缘故。今虽在凡，亦名圣法，因中果号也。现在我们虽然还是在凡夫地，然而我们发心受了戒，它也称为圣法。这是因地当中来说明成就圣果的称号。我们因地如法修行，将来必定成就三圣的圣果，现在虽然还没有成，所以叫做因中果号。以上七帖是抄七卷三，一七帖下头一段，一说缘问人且此受所受是何？答案：相传且云受名圣法，由此法故，奉亲守佛，进入明初，能为圣道，作妻子故。好，先看到这。好，本文就是继续说明，佛弟子所说的戒法是能成就圣道，所以称为圣法。那么耶稣这么说，睫毛说，问道：人皆此说所受是何？我们作为佛的弟子，不论在家或者出家，人人都知道要去受戒，但究竟所受的戒是什么呢？答案回答说：相传解云，受名圣法，由此法库，奉亲守护，进入明初，能为圣道，做妻子故。相传解云，古代大德
互相乘船的解释这么少，说明圣法，我们所说的戒法就叫做将来所成就的圣法。由此法库，由于我们说了这个戒法的缘故，由戒法受戒得戒体，然后由戒体升起随行，随顺戒体升起戒行，要奉敬守护，要的奉行，要恭敬，要守护。守护如同如父胡兰，如草系比丘，又如同父慈胡兰，好比那三客要渡过大海，他带着胡兰啊，胡兰都要保护好，不要有所丢失或者毁破。那么有罗刹魁就要来，说了，你全部胡兰给我吧，我不给不给，给了我怎么渡海？这个就比喻破众戒，破了众戒等于全部胡兰给人家了，不然你就给我一半吧，一半也不给，就比喻破第二篇这一种重罪，也不给，到最后说你就一真空许的胡兰给我吧，一真空许也不给你，给了你我的胡兰就消了，气就消了，就不能渡海了。那么一真空许就比喻犯小的罪过，所以连小的罪过都不犯了，所以如父胡兰，如同父慈胡兰的情况，所以要怎么样呢？奉敬守护，要如法奉行，要恭敬谨慎，好守护我们所受的戒体，静如明珠持戒清净，如同光明的宝珠一样，那就能够作为将来成就三圣圣道作为基础故，作为基础根本的缘故。那么基础也可以这么解释，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触手的缘故。那么下头机缘四缘，机缘四缘，机缘器就解释说，受持虽多而不自知，所受持体欲请学者，故化试问，哪从云相传者，陈苦守且举可沐烟，以其能通圣道库，护令受者无自清库。好，透彻机缘器就解释说，受者虽多，佛门的七众弟子受戒的人虽然很多，然而却不自其能够了知所受的戒体，就是未来
成就圣道的正因，成就无上佛国菩提的宗旨。这个也就是道玄立足，想要紧接我们初学的人，才故意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从下边的回答当中，云香传者陈苦手写，说到相传的情形，这个就是继承古德所解释的道理，来举出三圣所成就的圣果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戒法为因。这个举果目因，一切能通圣道库，举出果德来称呼修因，因为他能够通达三圣圣道的缘故，所以宣传举出各位而来谈论因行，这个又是使令受戒的人必要自己亲视自己，以及不亲视戒法的缘故，所以就举出古德的解释来做证明。这段就是见叶书七卷十五，卷十五。那么下头第四页哈，第四页就第二项就是杂遣。在杂遣当中又分三次，三次来说明。第一化次，化教次教的区别；第二戒善，戒法跟普通善法的区别；第三就是遮现、遮戒、信戒，还有遮罪、信罪的区别。先说明第一次，第一次，比化次。那么宏空首先就加以说明了啊，这一段我自己念哈，给你们休息好了啊。化次者，化窍、自窍、自窍、一元行窍，皆说色窍。分其中，虽以行窍与自窍别列，但此外超疏及其中，皆行此二名复用，一概可通。又借说虽举取三轮，但此外超疏及其中，皆以化行或化次而分二窍，知此云如皆书中，或曰三轮，或曰化行，或曰化次，或曰自天。彼取三轮，今用化行，随时用于，未须合会。好，那么这一段的小错是弘一律师根据南山三大部的义理来说明，使令初学的人能够清楚明白自窍也称作行窍的理由所在。
那么化自成，化教自洽，化自是什么？就是化教跟自洽。那么南山律宗的判教是从如来一代实教经律论来分判的，把经论二藏判归为化教，律藏判归为自教。然而自教也称为行教，两者的名称虽然不同，义理是相同的。这个就前面几句，所以自教又叫做行教。何谓我们自戒啊？我们说了，任何一种戒，就是要依教奉行。没有依教奉行的话，就要自定毁幻了，就犯戒了，所以叫做行教啊。必须依教奉行的戒法。至于经论的这种化教，比如我们多念佛少念佛，多拜佛少拜佛，多诵经少诵经，何必没有这种的罪？然而我们受了任何一种戒，我们必须依照戒法去奉行，不依照去奉行有所毁患，或者是我们的罪，所以称为行教，就是这个意思。好，接着戒说社教分歧中，这本书社教分歧这一章当中，虽以行教与次教别列，虽然用行教跟次教不同的名称将二教个别列举出来说明，但此外，但是除此以外，恒是超一说以及支持器跟气源器当中，皆行自二名互用，一概可通，都是行教、自教两种名称互相运用。义理因为它是可以融通的，可以通用的。又戒说虽举取三轮，又扯戒本说虽然局限地采取婆爹生活一三门，婆爹生活一三业，所身体摧毁众生祸业的三轮，来归属于律藏，归属于律藏。那么讲到三轮，三轮我们来稍微解释。讲到声轮，就是神通轮，说明有佛的声业，它可以显现种种神变，使令众生升起正信。口轮称为说法轮，和运用口业来教诫众生，使令众生能够好好的修行。一轮叫做见机轮，说明佛运用意业来鉴别众生的根基，使令众生能意念佛的教法而去邪归正。那么佛的生活一三轮是为律藏所说设的，南山宣处譬如界定慧三学来做判教，定慧二门所以神通，所以神足轮说法教诫轮，
所以神通说法这二轮手说杀，而劝其意念，意念轮是用来说杀戒学这一门，使令众生能依此思维事情的善恶学称，而来树立正道的典故。这里就解释三论啊，又借书吹，所以举起三轮，但此外，此外的抄，人是抄，说也说，以其支持器跟器皿器当中，都是用化形或者化质的名称，而分别两窍。这两种窍法，支持云支持气说，如切书中，如同切本书当中，或曰三轮，或者就他生活以三轮，或者就他曰化形化窍形窍，或者就他化次化窍次窍，或者就他智门听门，智门听门。那么比起三轮经用化形，比文这本书，这本书它是采取三轮，而现在运用化窍形窍，随时用于这个，都只是随着适当的时间时期因缘来运用的，未须合会，随着不必在名称上起怀疑而来做融合会通的工作，未须合会。接着我们再看下头耶稣的文，耶稣原自苦行窍，行分两途，化窍则通辟道所，专开性解之门，行窍则举去出家，为民修奉之物。好，到此。那么本文就在说明化次二窍所加倍化导的对象以及理由，他的理由。耶稣言即某书说，自古行窍玄分两途，自从古来习律的大德们详细来分判佛陀的教法，完全都把它分为化次二窍这两种的途径来加以判窍的。化窍则通辟道所，专开性解之门，那叫做化窍呢？化窍就是如来所说的天论二藏归属于化窍，它的功用就在于共通加倍道属的七种佛弟子。由于天论二藏专门在于开发佛门七种弟子能够生信解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以及诸法实相之门的义理，诸行是无常，诸行什么意思？
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譬如我们有情的众生，生老病死，无情的去世间，成住坏空。无论有情无情，都生住异灭，千流变化不息的，所以无常。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我们就在这个一切有为法、生灭造作的法当中修行用功办道，在这里努力的止恶行善度众生。在止恶行善度众生的当下，我们不着相，我们所作所为就成就无漏称心的功德。无漏称心的功德，那最后呢，就可以彻证真如本性，诸法实相，成就无上佛道。所以法教这里讲这些道理，而行教则是指律藏方面的，举去出家，行教则举去出家，为民修奉之物法。行教就是指律藏方面，如来所赐的律教是有所局限，是依据出家五众弟子来制定戒律。出家五众所赐的戒法也唯独我们说明要他修奉，为民修奉之物法，唯独说明好如法的修持奉行的推崇事物，这是我们的要务，要依教奉行的。我们出家五众都要依照佛陀所赐的戒法依教奉行的，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要务啊。接着机缘世缘，机缘世缘这段之直接我们就消失就可以了，就不练哈，不必再练哈。机缘世缘，机缘体就解释说，旧闻二窍对明两边，旧的上边一书的文，用来说明化字二窍是相对来辨明两窍，两种窍，化窍行窍是个别不同的。那么道俗出家脾气一言，道冲俗冲，道冲是出了世俗之家，所以所加批的众生的根基是不同的，有所差异的。那么出家就有五冲，在家有二冲，如来他就加批七重佛弟子的根基，而在教法上就有所差异的。信且修奉立法一言，而且
在身心了解诸法的义理上，以及修持奉行如来所建立的法门上，也是有所差异的。借书缘和名化教这本书上，那什么称作化教呢？开言化道，令世邪正，教本化人，令开慧者，本非对过，而立失教。说这是如来为了开示七宗佛弟子，来演说诸法之意，如同小圣三法印、大圣一实相印，还有四圣地等等，的化导、教化、引导，令世学村，使令弟子们能够认识什么是偏邪，什么是端正的，什么是正直正见的，而来辨别是非。那么如来化教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教化人，令开慧解，使令人们能够开发智慧，而了解初心无常、诸法无我等等的道理。化教的本意并不是针对出家五众弟子所患有漏罪过而来建立这种教法，来防患过患的。这个就解释化教，接着再解释行教。原行教者，自以收到行教的情形，起必因果，随过自约。行教的身体必定因为佛的弟子大多数，说就是指我们比丘尼们，万要有某一种有漏的罪过，如来就随顺弟子所犯的罪过，而制定这条来约束规范弟子们的行为，使令弟子们有所遵循。所以这个就随过自约了，随过自约。因为此犯四通之错，戒律一从，即失教义。他所说的唯独是持戒、犯戒的这些事项，而这个事项是通于指持跟作持，对于指持有所毁坏，就是作犯，对于作持有所毁坏，就是指犯。所以事情是通于指错两种，戒律一从，戒律 这一从唯独局限在这种教化了，知错恶耻的教化了，不同于化教能使令人开启慧解。因此道宣律祖就根据这种原则，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为化智二教。接着机缘，机缘缘十善五田四朋六度一切观行并化教业，毗尼首权开车清楚，
一切律章，并赐教业，化去理性，你有圣为，自救教化，教有慈患。好，基本起说到十三，就是十三业，生三可是一三，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五天就五天心宽，三圣圣人在最初入道时所修的五种观法，十念停止我们虚妄分别心，而去除五种的过失。第一，这个不净观，不净观，观察一切根生气节都是，所以不净的，所以贪欲众生就不净观，用来停止我们贪欲心、贪欲的烦恼，称为众生慈悲观。成为了众生，要观察一切众生痛苦可怜的相状，升起慈悲心来，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来。我对众生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持就是给予众生安乐的心，对众生安乐，给予安乐，但是没有条件的，是自然而然的给予安乐，而别名拔除众生之苦，就是体谅一切众生跟我们都同体的，无论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跟我们是同体的。所以，既然同体了，众生就是我们自己。怎么会自己打自己、自己骂自己？人我是非种种就不会有了了。所以要慈悲怜悯众生，我们嗔恚心就会。对治疗，第一次因缘观是观察一切诸法是从因缘所生，于此众生要做因缘观，观察一切诸法从各种因缘生起，前因后果历历分明，停止我们愚痴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了知十二因缘的话，我们就会去除愚痴心了。十二因缘的道理我们能理解，就知道我们生从何来，死归何去，清清楚楚了。我们众生为流转生死，就无明来了。无明就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明灭的心灭，乃至生灭的老死忧悲苦恼灭。那假如无明未灭，这一世又继续的爱取有，那就一直流传下去。所以往上是无始，往下也是无从。所以这个，
彼此众生要做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观察佛身相好光明功德庄严，停止我们种种的异常，多善众生属习观，观察呼吸出入地相传，每一出落数出就不数落，数落就不数错，把它数得清楚，从一到十记得清楚分明，停止我们善乱行，这个叫五停。四逢就是四逢四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六度就布施度，可以度掉千贪的烦恼，持戒度能度度恶业，能度能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善乱，多了度一次，这六度。好，修六度，我们就到达清净涅槃的彼岸。一切观行，观行啊，就好多了。在佛门里边，何必能言三昧、念佛三昧、法华三昧，种种都属于观行。还有像南山、绿竹，也有三观：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这个都是观行。变化教业，这个都是属于化教业，化教之业。毗尼首权开车轻重，一切律障变自教业。毗尼首权四体，毗尼首权四体。那么开车轻重，毗尼的律障守全四点，有开缘遮持，换车有轻有重，一切律障都是属于自教业，自教业。那么化去理性，化去理性，你有顺为自救教化，就有慈患，就有慈患。什么叫做化去理性？化教是根据诸法的理性来说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但是这种道理是有顺有违的。什么是有顺有违呢？也就是你要修行唯心的观法也可以，你不修唯心观也不毁犯戒法，所以是理有违顺。对于这种的这个化教的，所以理性的，你随顺他去错也好，不随顺去错有所怪违，不犯戒，叫做理有违顺。自救教法教有此法，而自教是救者律教之法，该则此法的规矩来制定它。所以在自教当中一定有持戒有犯戒的种种情形，持戒就有了功德，犯戒就有了罪过，就要好好的化入忏悔。那么以上接欠，接欠一收听卷一。
节目说起元气见第一。好，接着下头一段啊，就自己念解释就可以了。支持元一代时教总会化形，开启性体，用舍能源，故名化教，自其修奉，为完为有课，名为行教。支持期就解释说，道宣律则总判如来一代时教隆重归纳成为 化形二教。如来在开化七种弟子深信悟解诸法真理的实话，那么用舍能源，你采用或者舍弃舍能运随缘的这种教法，所以称为第一个化巧。到底目的是化导弟子们能够趋向解脱圣道，而并不是强制的要求，这个就是化巧。自其修奉，自教就不同了啊。如来自听我们出家五众弟子，还有在家的二众弟子，我们受了戒，一定要修行净戒，奉持戒法。如果违反戒律的规定，就有过失的。所以就称作行教啊，行教就偏重，就在出家五众来说的啊。然而俗人说了五戒八关在一切啊，也在里头啊。我们不依教奉行也是有过失的，这个叫做行教。那么超俗其器，简别化智二教之文理欠，其义大同，未能去路。说恒思超，还有这个解说、结摩说，以及恒思超的支持器、解说的气缘器，那么来简了解分别化智二教的文呢？每次都可以看出来他的义理大略是相同，未能够具足地把它录出来。经就上文列表疑惑已是两别，现在就在上头的文列出图表在后边，用来指示这两种有所区别的化教。通道属化教是通于道属七种，开其性体是开发他的信心，使令他能够了解诸法的道理。非对过劣不舍针对弟子犯过而致力的，十善五听等，就是十善业、五听心观等等。用舍能缘，你取用气舍，能运随缘，并没有强制要求。接着自教也称为行教，举道局限出家五众道众，自其修奉，自殿出家五众们都要修行净戒，好奉持戒法。所以这个自其修奉，然后下的持犯改定，随过自约，持戒犯戒都是开正决定，随着犯过来自立戒法，约束他的行为。
开车轻重藤，每一条车都有开源、遮齿、直切、换切、轻重不同等等的相差。违反有过，假如违反戒律，那么就有过失的，有罪过的。好，接着知持缘知持即说，问五八二戒即是戒制，因此行摄。就问到五戒、八关、斋戒这两种戒法，既然都是属于这个戒律的制度，应当是行教所说摄啊，才对啊。下头答：法教所摄啊，它不是行教所摄，是法教所说摄的啊。那么下头就会说明哈，以上这件事头几卷二，那么下头就说明持持戒这段的道理。小错这么说，南山立中以十戒俱戒，守次教五戒八戒守化教，在南山立典当中，它是用十戒、沙弥十戒啊，沙弥尼十戒、比丘的具足戒、比丘尼具足戒，都属于自教；而在家的五戒、八戒是属于化教。今按五戒、八戒与长途之化教义，正属化教，亦当自教。现在弘空的暗语啦，认为五戒、八关斋戒跟平常通途所说的化教是有所不同的，它正是属于化教，而义理是这个正当于次教，正当于次教，义虽通次。而教中取化，义理虽然通于次教，然而教化终究局限属于化教。下头就举出比喻来说明，犹如四分律中正属小圣，亦当大圣，就好比四分律中正是属于小圣的律藏啊，难道义理是可以充当大圣的？义虽通大而教中取小也，义理虽然可以通于大圣，难道教法终究是局限小圣的？此义于中体篇中里面，这种的意义在中体篇当中屡次的说明，为五戒等亦当次教者，认为五戒等等于八戒，义理正当次教的道理是怎么样呢？如业书缘，如同结摩书这么说，结摩书这么说，如来设教略同空切，如来施设教法略是同于虚空切啊，虚空切啊，变一切的处所啊，随力一向设修切境啊，随顺如来所建立任何一种名相，都能完全来摄受其他的名相啊，都可以收摄殆尽。无界披俗之法，无体通道之规。那么，就如同五戒是加倍俗人的戒法，但是五戒的戒体哦，是通于道哦，道就是出家五众的规则。那么
不论是萨米尼的十诫、比丘尼的剃度诫、比丘尼剃度诫，乃至菩萨诫，都是不离开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的范畴。那么持幻相符，持戒幻戒互相的扶持，难测其成，难测其成。那么在受戒前的问众难亲者之上，也是相同的仪式规则，只不过是所问的车难有多有少不同罢了，所以叫做难车其车。于后归皆以鬼张手记录此书文及纪元事宜，以简寻此，在后边归皆以鬼这一章的开头，具体露出这一段耶稣的文以及纪元去解释的意义，应当检出来、检查出来、寻找出来啊，好好地看。文句声明概无可疑啊，这个文义的根据非常明白的啊，大概无可怀疑了。好，我们就将第一次的话次说完啊，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啊。那么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